貌，渐渐温柔发酵，香艳的嘴角仿佛对我示好，你迷人发香，有甜甜的味道，我居然有点想保护你到老。最喜欢看你无理取闹，喜欢你傻气天真的笑，喜欢你听我唱歌时大哭的模样，有点笨笨的傻乎乎，微笑了幸福。在你的美丽国度住着美丽的公主和王子，一起倒数末日前走过的每一步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默默地给你祝福，站在黑夜里守护你的幸福。杜凯西，走开！我没有时间应付你们这种小眼睛、小鼻子、搞小团体的无聊人。你好意思这样跟我讲话？你难道都不觉得你对我做错事情吗？我觉得我做的最错的地方，就是把你当朋友。这一句话应该是我送给你。像你这种只会利用别人又没有良心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要再看到你。那就永远都不要见面了。不是说了永远不要见吗？我也没想到会见到你这么狼狈的模样啊。既然敢撂狠话，就要有过得好的本事吧。医药费我已经付了，我会立刻还你。随便你。错了，小姨。小姨，我来了。知道，姨，你起来了。好，好，那待会见哦。等一下就到家了哈。
副秘书，你说什么凯奇的事啊？坐啊，坐坐坐。阿雷，给他一杯一样的。我觉得你只要说到凯奇的事，就特别积极。是吗？是啊。不然你现在怎么会在这里？谁叫我是实习生，副主厨找我，我当然就要到啊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一点神秘。神秘？有一点让人摸不透哎。副主厨，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？我不能待太久啊，明天凯奇还要帮我做特训。哦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嘛，你只要遇到凯奇的事，就会特别积极。哎，你知道凯奇有喜欢一个厨师，叫做 Louis 吗？后来我才发现。原来这个 Louis 就在我们餐厅哎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很厉害的事实啊？我不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这些。那凯奇呢？连杜凯奇也不解释吗？你跟他不是青梅竹马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 Enzo 是我哥的朋友。你不喜欢出名，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，跟杜凯奇是青梅竹马的事，他都告诉我了。真是管不住嘴巴的 Enzo。可是我看凯奇对你一点记忆也没有啊，所以呢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所以你这次会参加比赛，是为了帮凯奇拿到奖牌吗？我愿意参加比赛，是你逼凯奇的。你会帮杜凯奇拿到奖牌吗？这不干你的事吧？好了，这边我请。不关我的事，那我就把全部的事情告诉凯奇咯。好啊，想说的话就去说吧，反正我一个月以后就离开台湾了。那我现在就去告诉杜凯奇。爸，哎，刘轩，翔哥，你怎么在这？好，来，我们在玩火烧连环拳，坐。哎，刘轩，一起玩。不行啊，我跟我哥有约了。嗯。哦，你有练胸琴节哦，不然叫你哥一起来，我们一起玩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来，进一下，快，进一下。这个月咱们这个一万个。快点，我怎么都对不准啊？怎么样？我要回去了啊！你就合群一点吧，一万块，来啊，我帮他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没什么啊。棒的嘞，哇！
干嘛要跑啊？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是你叫我跑的吗？啊？你的脚没事吧？你现在才想到啊？我穿高跟鞋，你还抓着我跑？真的对不起。你刚刚那些花招，是在法国学的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帮你叫车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哎。这个人都不回答别人问题的、啊，请上车。啊！虽然我这个人救人不求回报，但如果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密。反正我一个月就要离开了，你还要特别告诉凯奇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嗯，好了。晚安，拜拜。真是一个越来越搞不懂的人。特别的搭配，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做出把整颗柠檬挤在炖鸡上的事？就说是一时失误嘛。真正的高手是要做到完全无误才对。杜凯奇，你的大眼睛根本就是装饰用的，真正的高手就在你的面前，你都看不出来。料理比赛指定要领，麦年柠檬防鱼牌，防鱼牌，怎么了？这道料理简单到爆炸，越是简单的料理，越难显出它的特别。我有想法了，午休不要浪费时间待在餐厅嘛，跟我出去走走。啊，不是说有来有往吗？之前我陪你去新竹，现在换你了。我为了我们两个人不要被赶出餐厅，这么的努力，你竟然现在只想玩？走了啦。要带我去哪里？哎，相信我啊。干嘛不带姐姐一起去啊？你说的要一起去走走，就是来这里。对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有时间在这边胡搞瞎搞，倒不回去练习。既然都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吧。不同的地方，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灵感。而且这里面很多食用植物，还有香料。身为厨师的你，不进去看看，不觉得有点可惜？进去就进去嘛，都来了不进去多可惜啊。凯奇，凯奇，凯奇，干嘛？昨天有个男的跟你还有小易在停车场，那个男的是谁？
干嘛在这个时候问那无聊人的事啊？让我很烦。所以那个人让你觉得很烦？你也让我很烦。不会吧？所以那个人……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是三姑还是六姑？是这里吗？对啊，很美吧？你看那朵荷花，粉红色的花瓣配上黄色的花心，看起来就像会发光一样。还有那朵睡莲，粉紫色的花瓣一层一层的，就像把绿叶当成自己的展示台一样，拼命的展现自己。大自然就像最伟大的调色师，总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颜色呈现给我们。因为林叶的绿更衬托出荷花的粉嫩娇艳，也因为这些花的点缀，所以满池绿叶看起来不再单调。你再看那朵，即使还没开花，花苞上面渐层的模样一样很美。从这里看真的很像一幅画。是啊，莫内就是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才画出他最著名的画作。路易斯，给我一点灵感，这个比赛我绝对要得到名次。大自然就像最伟大的调色师，总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颜色呈现给我们。因为林叶的绿更衬托出荷花的粉嫩娇艳，也因为花的点缀，使满池的绿看起来不再这么单调。就是这个，连莫内也要膜拜我。快快，刷牙洗脸，准备出门。我在小艺，先下去坐娃娃车，等一下十分钟后在楼下见 ，OK？嗯，走吧。啊，几分钟？搞什么？怎么那么久？不是十分钟吗？也太久了吧！赶快走去餐厅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指定料理，我有灵感了。决定将料理的配色重新安排。法国料理重视保留食材的原味，所以仿鱼排我只要做到随身意上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在酱汁上面下功夫，把法国各种有特色的酱汁做成渐层的效果，就像那个抽象画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抽象画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哎！哪里想到这些点子啊？幸亏我们有去植物园，这下子解决指定料理了。看来两个人一起比赛也蛮好的嘛。
凯琪。嗯。你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两个人看。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啊，笑，嘻嘻哈哈的，到时候要比什么都还不知道，万一很冷门的话。想那么多干嘛？放轻松嘛，我们见招拆招啊，没问题的。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，真的一点都没有安慰到我哎。那应该很有安全感吧？没有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靠我自己一个人好了。啊，你放心，我让你靠。最可靠的杜凯奇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最可靠的机车在哪里啊？该不会没有发现今天坐我车来上班的吧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笑什么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特训，你别想回放学。我很期待啊。我就知道他不光只是带凯奇出去玩这么简单。就算 Louis 在比赛上完全不动手，光提醒也可以帮到凯奇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凯奇赢了这个比赛，我得想个办法。草莓酱汁鲜红亮眼，甜度是够了，但总觉得少了一点变化。嗯，你试试看。干嘛？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比赛，你总得给我一些意见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本来是想加蜂蜜，但我又担心太甜。那蜂糖呢？蜂糖？对吼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蜂糖啊？蜂糖可以综合草莓的酸，又可以增加风味，而且甜度又没有蜂蜜来得高。不错嘛，每次都歪打正着。笑，还不赶快去拿蜂糖？喂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知道我们在为比赛做练习吧？实习生很用心嘛，给了很多有用的意见。怎么了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知道你为了比赛会尽一切力量，不过餐厅不是让员工吃私用的地方，把东西收一收吧。午休时间，我不想看到厨房的炉火还在烧。厨师不想休息，但是厨房需要休息。杜凯奇。杜凯奇，干嘛？你该不会忘记今天没有骑机车来吧？那要怎么样？我可以载你回去啊，等我换个衣服，马上就好。谁理你啊？
杜凯奇，马上就好啊！你还没走、啊？我绕一圈欣赏一下车子，不行。笑什么？衣服又没有扣好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样能看吗？暴露狂、欸！还不是因为你？我怎么了？奇怪。见鬼了！避什么避啊？又没什么好看的。好了，上车吧。怎么睡不着？比赛的事，不要想了，睡吧。这什么？妈呀！见鬼了，见鬼了！一定是我太累，所以才出现幻觉。说散就没事了。睡吧。一切都是噩梦，一切都是噩梦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幻觉。你放轻松一点。都是幻觉，喝个牛奶就没事了。喝个牛奶就没事了。让我来吧。再不想走，我生气了。见鬼了！都是因为最近不管走到哪里，那个跟屁虫就跟到哪里。怎么转身他又在啊？你要消失到什么时候啦？早知道就不给你凯奇的地址了。你不要让我担心，赶快回我电话吧。
么狼狈。实习生，试试看。真的很好吃哎，很有夏天的味道。成功。当然做是做一半的、啊、来机长，机长、机长是机长，是哪就机长啊，你这打人吧，这就是机长，怎么样，这个人真是都要开始营业了还在这里做什么。喂，等一下，杜凯奇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副主厨，是关于我哥的事。你要是有良心的话，就不要再折磨我哥了。你哥谁啊？我哥，陈浩威。弟弟，你起来了，等一下就到家了哈。他是乐轩的哥哥。你很惊讶吗？我比你更惊讶。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，原来你跟我哥曾……总之，他送你去医院之后，人就消失了。你已经玩弄我哥一次，不要再玩弄他第二次。我希望你以后都不要出现在他面前影响他。亲，不要管我。欢迎光临，两位。对，七桌。这边请。谢谢。帮你参加前菜。马上为您服务，小丽，欢迎光。这么久不见，结果是跑来餐厅当女工。宝珠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对不起，
小丽，是，现在保住姐去把身上的水擦干。我这里我来。喂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我来为您服务，请往这边请。林宝珠。你没事吧？你不要给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告诉你。你把珍珠项链还给我。为什么要还给你？这项链是我妈给我的。你妈给你的？当初你妈说是要送我们两个人，怎么会是你的啊？你要不要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要窝囊要丢脸，不要选这么多人的地方好不好？你讲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来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还来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项链，要捡也是我捡。曾志强，你不要丢人现眼好不好？你敢推我？你敢推我？尽适可而止。现在怎样？抓客人是不是？给我放手！我们餐厅不欢迎暴力相向的客人，还是我们报警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证人。我自己会出去，你把我放开！放开啊！肖强，送他出去。今天让我丢脸，之后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宝珠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打扰各位的用餐心情，稍后本餐厅会为各位送上甜点，表示歉意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继续光临本餐厅。你把珍珠项链还给我，你还来！哎，你干嘛？给我还来！王八蛋，敢这样对我！林宝珠，林宝珠，你疯了吗？竟敢在我西装里面放方糖，搞得我西装全部都是蚂蚁！怎么会呢？你误会了吧？没有这种事。没有。你还在装傻啊你！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黑咖啡你加糖，我要蛋炒饭你也加糖。哦，我以为行政主厨喜欢加料的东西。哦，你是要替杜凯奇出头是吧？你是为了报复我在他跟乐轩比赛的时候，在他的牛排上加盐，才如法炮制的是吧？你们都在这啊？在干什么啊？干净点，别害客人垮倒了。我操！
作了。喂。凯庆，你还好吗？今天大家都知道大头作弊的事情了。还好。今天来找我的那个人，他其实……没什么。我先走了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定要对我好？是你的同情心泛滥呢，还是那个来不及照顾的女孩给你那么多阴影？总之也是。怎么出现了？没事，我在这里。不说的谎，让这故事延长，迷失多少方向，用温暖导航。我被寂寞捆绑，完美只是假象，渴望你来释放所有装出来的坚强。总是觉得少了一点安全感，却想说的话却都隐瞒，其实早就已经有答案。我的爱一天天一遍遍越来越超载，当你哭当你笑当你被伤害，我随时都在肩膀让你放肆靠过来。一天天一遍遍你取代，当世界只剩下一片